好，女的偏旁，女的偏旁右边这个会比较高点，然后跟它平行，靠近一点撇，好，这个跟它两个笔画有点平行。然后这个挑起来是为了要写这个挑，挑上去是为了写旁边的部首，所以在写的时候，这个中间的缝隙拜托不要太大哦。一般同学们都写太大。再看一次哦，撇到这里换方向折下来写成一个点，然后这撇撇有点弧度带上去，准备写这里挑按上去挑上去，好，从侧面上来看。撇比较长点，站稳，收笔。第二个笔画比较短，但是要靠近一点。撇有点弧度，起笔挑上去，准备写下一个字。好，女字旁。